你开放就一堆垃圾，来垃圾，夸张吧？就是有垃圾人会来这边丢垃圾，很糟糕啊。这边是阿福。种了很多水草，这边还算不错啊，只是水污染程度比较严重。好，前面这里有大的，把这里掉掉看。水不是很好。夜路，哦，那个都不动。这边是乌日提案，待会下去看一下吧。好，哦，珍珠石斑，还有那个红，对，我第一位是地，好啊，啊，第一位是的。哇，这下可冲得真干净。到处都是尸体。
那边下雨了，上面还没下雨。垃圾人不缺垃圾的，你看，满满的红魔鬼。哦，来呀，吃饭饭啦！